剑南岛，认识南岛。大家好，我是谢哲清。然后，在今天的《建识南岛》节目呢，其实我们要谈的一个议题，相信呢跟大家有点近，但是又有一点点陌生哦，也就是艺术。你们喜欢艺术吗？会去逛美术馆啊，或者是关注这些啊艺廊啊，或者是这些啊重要的展览的的新闻？ 但是呢，艺术哦，就是我们如果要去定义它的时候，或去思考它的时候，它似乎变得有一点点困难。我记得在圣奥古斯丁，in, 他有写一本书啊，叫《忏悔录》。《忏悔录》里面，它有一个章节讲的是时间。他说：“是，你问我什么是时间？那当我闭上眼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时间的流动。但是如果我要我开口去解释时间的时候，那时间让我哑口无语。” 这个感觉其实跟我们对艺术的感受非常的像哦，就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个美，感受到生命的真实，可是激起我们心心底情绪，那我们那个那那一瞬间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如果说要我们真的去开口去诉说的时候，好像有点困难哦。这是艺术里面的其中一种感受。 那么，在原民啊，在原原住鲜明的艺术里面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部落族群，他们有各自的文化样貌，当然他们所呈现出来的艺术风格也不一样。那这是这是台湾在呃原民啊，就原住民文化上面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现象哦。那从日据时代开始，是国际第一次看见。 台湾原住民艺术的一个开端。那当时呢，因为啊，从他们殖民者的角度来，从北方来到了南方，啊，他们收集了，包括了雕刻，包括了一些呃一种琉璃珠，还有各式各样的陶器。他们回去之后呢，呃，也衔接上的十九世纪的这对民族主,主义的一种思考。那但是呢，在漫长的时间的发展里面，哦，这个。 原住民艺术似乎被忽略了，只被当作是一种工艺品哦，一种就手工做出来的，可能是做商业的贩售或者生活的使用。来到了一九八零年代，八零年代的时候，因为殖民论述的兴起，大家开始在思考：就是你跟我，对不对？他群跟我群之间，我们到底有什么分别？这分别里面，除了语言、血统的不一样之外，艺术是不是也不一样？ 那更进一步的进入到公元两千年的时候，那有很多人在来来想说，那原住民的艺术是什么？难道只有原住民他所创作出来的艺术才叫做原住民艺术吗？那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正是一个这样子的课题，从两个不同的观点，让大家去深入的了解。 而且原住民艺术的不同的观点。首先呢，要介绍的这一位重量级的来宾呢，是知名的国际独立的策展者，也是许多国际大奖的评审。那他主要老师主要研究的范围呢，包括了就是全球化底下的文化现象、美学跟政治之间的关联。那在种种的的思考里面呢，带我们来看到。 台湾原住民当代艺术的现在以及未来，那台湾原住民的当代艺术跟整个南岛语这个语族里面到底会产生什么与连结呢？那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欢迎徐文烈老师。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徐文瑞，呃，当代艺术的策展人。那我今天呢，要来讲一下，就是说什么是台湾原住民当代艺术以及未来。呃，这个题目呢，其实我不是要讨论呃台湾原住民当代艺术的未来，而是要去讲一个说我们今天呢啊，在做所谓的当代艺术的时候。 未来这个概念呢，啊，事实上是一直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啊，是我们关注的焦点。那诚如呃主持人刚刚有提到的哦、啊，就是说其实时间啊这个概念呢，事实上就是在艺术里头啊，就是一个核心的一个概念。我们今天呢没办法去讨论艺术而忽略掉时间这个面向。 啊，而忽略掉时间这个面向，那特别是说来到了现代的时期呢，我们通常呢会把传统艺术跟现代艺术跟现在活生生的正在进行的艺术啊做一个区分。那在这个区分当中，我们当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艺术还叫做原住民艺术吗？ 啊，特别是在我们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就是说，当代艺术、原住民当代艺术来到了九零年代之后呢，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其实已经感受不到，说它到底怎么看都不太像原住民艺术。 那什么意思叫做看起来要很像原住民艺术，才叫做原住民当代艺术呢？这个问题呢，就一直延烧到现在这个时候啊。那当然这个问题不会有一个解决的，因为我们随时这个就是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状况，我们的处境，我们随时都要面对我们的过去，啊，才有办法去思考我们的未来。 啊，所以在这里头，啊未来呢会变成是一个我们所有想象的一个基础点。可是你没办法去想象未来，除非你了解你当下的一个处境，除非你了解你自己的过去，啊，否则的话，你的未来事实上都是别人给予的，而不是自己的主体性里面建构出来的那个未来。 啊，所以这里头呢，呃，就出现了一个，就是说，我们今天呢，在讲当代艺术的时候，啊，就涉及说你的主体性到底在哪里？你今天拿着是什么样子的时间轴来讨论这些，你的未来啊，同时来看你现在的处境啊，所以这里头我们开始呢，就是。 要来啊，介绍一下说所谓当代艺术这个概念啊。当代艺术，我们这表面上讲就是我们现在在创作的的艺术啊。可是呢，你如果要去看美术馆里头啊，或者是说现在艺术家在做的当代艺术的话，你会发现说，其实你往往看不懂，呃，的机会很大啊，会看不懂的机会很大。因为其实呢，当代艺术。 我们的意义在界定就在这个地方啊，它事实上是在全球的尺幅的范围之内，而去讨论各个不同的文化跟各不不同的历史，跟他们自己的时间观，在处在一个共识的当下里头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啊，所以这事实上是在我们在呃面对当代艺术怎么解释的时候呢，是出现很多的这一种困难点会。 就就在这边出现，那里头更严重的可能就在于说，每一个活生生存在的人啊，具有主体性的人呢，都会去想象说，我要活着，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活在你投射在你的未来里头啊，所以就变成说，那个未来还是一个核心的展现艺术的一个地方啊，当代艺术理论上来讲，应该就叫做未来艺术。 应该就叫做未来艺术啊，所以我们平常用当代你当下的这种状况去理解的时候，你可能会看不懂啊。那事实上，你把它想象说，你事实上在指涉某一种未来的时候啊，当代艺术反而就比较容易理解哈。那我常用这个来做一个开场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这个所谓的未来呢，实际上呢，就会涉及说我们讲我们的故事。 啊，尤其是说你这样要去想象未来的时候，你要去想说我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我的过去是什么啊？那这里头我就举一个例子哈，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所谓的全球尺幅啊的定义之下的一个不同的时间轴啊，那这个地图大家很熟悉啊，很熟悉，这个是一个我们在过去可能的。 一百多年来，啊，甚至于说，啊，如果说从这个比较长远的呃历史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啊，就啊，从大航海的现代扩张时期以来的这个什么主要的一个地图呢，是这个把台湾连接到欧亚大陆，特别是在啊汉人啊语系的这个华语语系语系的范围之下的这个欧亚大陆。 啊，欧亚大陆，但是呢，我们当然当代啊，今天呢，我们讲故事的方式就不一样了啊。我们讲故事的方式会是参考这个地图，哎，会是参考这个地图。这个地图本身呢，事实上有很深远的时间轴在那里面啊。那那个是一个地理跟历史所结构起来的，影响到说我们今天一旦地图啊，一旦我们的时间轴啊。 转换了之后，我们讲故事的方式就不一样了。呃，这一个是我们现在呃正要开始讲故事的一个地方。我们用南岛作为参考坐标啊，重新讲我们自己的故事，呃，讲我们的未来啊。那么我今天呢，呃，特别带来的一个呃呃不同的面向哈，呃，是说我们呢怎么样子去理解说这个在过去。 呃，两三百年，或或者至少就是说，从十九世纪以来呢，啊，我们的生活环境发生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变化？啊，那么呃这张照片哈，这张照片呢是这个大社部落啊，在就是排湾族哈，在三地门乡的大社部落，在深山里面啊，在这个部落呢，你进去部落之前，你会看到远远的地方有这么样子的一个缺口。 啊，远远的地方有这么样一个缺口啊，这个缺口是怎么来的呢？啊，是在一九一零年代的时候啊，一九一零年代的时候呢，啊，日本人啊开始严厉的实施礼凡政策啊，他呢啊把把这个呃现代的这个什么科技呢啊带进去这个部落里面啊，所以科技当然最主要就是开马路。 啊，同时啊，把电带进来啊，这些基本的基础建设呢，啊，带进来到到到这个什么呀？到呃部落当中，使得啊，在过去三四百年当中啊，特别是呃内山跟后山的呃呃呃呃这个呃族群呢，能够啊被这个什么地形的阻隔所保护啊。可是到了一八七零年代。 啊，就是沈保贞的。我们知道沈保尊、沈保贞呢，开山理蕃呃政策进来之后呢，啊，把现代基础建设啊进行了重新在地理上的一个一个建构啊，使得传统上面所谓的地形的阻隔呢，无法再用来被用来保护我们自己啊，尤其是在啊内山跟后山的啊这些族群们啊，那么。 啊呃，这一个呃呃，这张呃这张图哈，事实上是一个一个我们讲说是一个呃经典的一个呃呃呃，我刚才说，事实上是创伤之图，呃，创伤之图，我们已经很熟悉，因为这种道路到处都是。 啊，但是你如果呃知道说这条道路呢，事实上是从啊山地门从水门这边一直延伸到大社部落，它突然之间啊有一个山啊，用这个呃呃被日本人呢用大炮呢打穿了，打穿之后呢就建了一条公路进来，同时呢他的统治就来到了啊这个部落里面啊，那当然啊接下来的呃。 呃，一百年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了啊，这一像这张照片所示的哈，就是你看到的电线杆，你看到的柏油路，你看到的现代建筑啊，在一九七零年代的时候，事实上呢，啊呃呃，我们大社部落呢，事实上是基本上是石板屋为主，啊，石板屋为主。可是啊，有了基现代的基础建设之后，有了现代的建筑之后啊，大部分人就很主动的。 啊，把石板屋全部拆掉啊，然后开始欢迎，啊，开始去做梦，希望他过一个现代的生活啊，过一个现代的生活。那当然背后，他除了一个呃呃呃所谓的呃呃呃一般人民大家呢希望有那样子的一个现代生活，随着现代基础建设而来的现代生活之外呢，当然背后有。 啊，强大的政府的政策的推展，啊，三地。 平呃平地化啊，山地平地化，还有像比如说像城市学习啊这些的政策啊，让呃呃呃呃这个本来被这个地形所保护住的呃部落的传统生活呢，从此呢呃，就瓦解掉了啊，从此就瓦解掉了啊。那这一个的一个瓦解呢，事实上就是呃我们在今天讨论啊。 呃呃，在呃所谓的殖民经验的时候，必须要去要去讲的哈，也就是说，我们讨论到的其实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什么呀，呃呃呃日常生活哈，部落生活的瓦解，而实际上是啊整个生态环境的一个瓦解，啊，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二次大战之后啊，二次大战之后啊，整个。 行星哈，整个地球表面呢就布满的各式各样的基础建设。我们很熟悉的啊，包括我们手机所用的这些网络啊，包括我们的水电啊、桥梁、高速公路啊，这个是一个我们现在所居住的一个地球表面。啊。每一个人，你不管你生活在是地球上的哪一个点，其实呢，你都被这一个基础建设呢的网络呢所。 连接起来啊，所连接起来，所以当代的生活我们没办法再继续去思考，说我们能够孤立的生存下去啊。那除了这个地表的这个这个呃呃呃铺满基础建设之外呢，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垂直的啊，这个呃呃呃生活的网络啊，在这一张图上面大家看到啊，地面地表面啊的。 大部分都是我们生活空间，差不多，呃呃一呃、啊、海底一万公尺，跟这个什么地表上面三十五公里啊，大概就是说我们的生活空间就活在这个里面哈，啊那这个是一个我们现在所谓的垂直城市的一个一个状态，啊，那在这里头呢，呃、啊、我来看介绍几件作品哈、啊，就是说艺术家其实。 就是说会把这个历史经验，他带进去啊。当他的作品里面哈，这一张这个作品是沙库六巴瓦瓦隆啊，他是台湾族的很重要的一个艺术家啊。那他在这一个作品当中呢，他把整个呃这个是文化园区的一个石板屋群里面啊，那他当作为一个牌楼，好像是过去的一个牌楼一样啊，上面就写的啊，就是呃呃三 D 平地画。 啊，那向城市学习啊，那这个时期呢，啊，也是说我们就讲说啊，在我们所谓的这个啊，复振运动开始之前哈，整个一百年来当中哈，尤其是二次大战之后啊，真正的一个部落破坏的一个很重的一个呃主要过程哈。 啊，那这个是雷恩的作品哈，他事实上是用一个呃钢雕的方式呢，呃，去讨论一个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讲族群认同的时候，像左呃左边这个呢是呃一只大鸟啊，被瓦解掉的一个大鸟，你今天让象征族群精神的这只大鸟重新要建构起来的时候，事实上你需要依靠着外面的很多的支架。 啊，帮你撑起来，否则的话你根本无法展翅而飞。啊，那这样子的一个支架呢，事实上就是一个呃，我刚刚说的一个哈，就是这个基础建设啊啊，变成是你今天讨论自己的族群生活的时候，呃，族群的传统精神的时候呢，啊，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是吴玉玲的作品，那他呢把部落的妇女呃召集起来，那在传统的部落的呃生活当中呢，其实啊，当今天哈家族将今天的城市呃呃。 这这生活越来越蔓延的时候，啊，回到部落的妇女呢，事实上就需要有一个重新凝聚的一个过程。那她透过编织的方式啊，把这个呃呃部落妇女呢连接起来哈。那么这个是一个她的一个创作啊，艺术家想办法呢，从把这些传统的一些的编织，当作是一个啊迈向未来编织起来的一个过程啊，来进行创作。 啊，那这个是呃呃卑南族哈，呃呃头目哈古哈他的剑河部落的一个呃一个他的一个工作。那他呢，除了做木雕之外，他事实上是在从八零年代以来呢啊，陆续呢在部落里面把这个部落的生活空间呃建构起来。那他把这个部落的传统神话啊。 放就是呃呃，结合部落的年轻人，当做用雕塑的方式把它呈现在部落的装置里面。那这个是卢凯族的呃青叶部落呢，它事实际上是更年轻的一辈。 啊，他们也是一样哈，就是用部落彩绘的方式，把各个家族的历史结合到传统的神话当中哈，才进行整个部落的一个彩绘哈。那这个事实上在对我们来讲，所谓的当代艺术就很有意义，因为事实上到过这样子的一个部落的一个重建啊，把这个呃呃呃，就是逐渐散失的这种都市化的呃人口呢。 能够把它找回来，同时啊，把家族的历史能够书写在我们的新建的这个部落里面哈。那么。 我们今天呢讨论的问题，当然不只是在讲说各个的部落而已。事实上，要讨论的是说，我们事实上是活在一个啊这样子的一个网络的社会社会啊，各式各样的媒体，各式各样子，比如说这里有飞机、人造卫星，但是我们的传统的符号都还是在我们周边啊。我们怎么样子跟古祖灵沟通啊？我们可以拿着手手机跟祖灵沟通吗？啊，等等的哈、啊，这些事实上。 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时代的问题哈。那么，呃呃，除了这个问题之外，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的环境的破坏。 啊，整个环境在发生这么大的巨变之后，啊，发生巨大巨变之后，我们如何继续生存下去？啊，那这个是一个英国的经济学者呢，他把呃传统部落传统文化里头的循环经济的一个概念啊，结合成为一套经济的理论啊，让我们呢不再去相信说。 成长，不断的成长，是一个唯一我们迈向未来啊，不断的进步，迈向未来的一套方式啊。那这个事实上呢，在我们传统部落当中啊，我们跟生态的平衡啊，事实上是随时必须要维持的啊。我们今天不能够去山里面打猎，不能猎得太多啊。我们需要随时调整我们自己啊的生活的步骤来。 啊，跟着这个啊，呃呃，季节啊，真的个所有的生态各个不同的物种的循环啊，来进行一个啊不断回馈的这个过程，这一种循环的时间观啊，就已经不是一个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现代不断成长的进步观啊，而是一个循环的时间观哈。那这些呢，事实上呢，呃，这一个经济学家呢，就从这一个不同的民族当中，尤其是 像在这里头，事实上它也有毛利族的这个呃图腾哈。事实上，这些传统的图腾呢，都把循环的宇宙观呢带进去我们的呃呃呃日常生活，带进去我们。 今天怎么样迈向未来的一个呃，一个想象当中哈？那这个是一旦巴巴瓦,瓦龙的哈，事实上也是使用到了非常多的这个呃呃，就是循环时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哈。那这些图腾呢，事实上也出现在不同的展览当中。 啊，那这是由马达路的哈，这個、如不知蛇啊，它也一样哈，利用这个呃循环不同的这个不织布呢啊，来建构出一个啊宇宙观哈，面对啊怎么样子跟自然跟这个生态能够协调的一个宇宙观哈，那最后呢，我们有这个呃。 拉啊，利夫，他他的作品就是啊，关注一个我们跟海洋生态的一个不生生不息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呃一个循环啊。那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们今天在讲啊呃当代艺术、原住民当代艺术与未来的时候啊，它所能够提供我们的啊非常丰富的养分啊。这些的养分呢，实际上是很大的部分来自于我们传统。 部落里面，我们族群当中都有的啊，这样子的一种呃自呃生生不息的循环的宇宙观念。那我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原住民没有这个“艺术”的字眼，它是另外一个字，叫“生”。为什么要多多的跨领域去看事情？我们在往未来看的时候，可以有很多的新的可能。在我们的创作当中啊，作品本身要会说话。